神魂颠倒，扎心的白衬衫，紧身的牛仔裤，撒浪嘿呦，哦，我的心砰砰乱跳。Hit on for the hero, to the hero, oh, 偏偏爱上邻家隔壁 girl, I feel like baby, 我想你多想变成你心中唯一的 hero。你说内衣外穿，你说性格太装，只喜欢内心纯洁的人。我是隔壁泰山装进爱情的港湾，听我说，你是美丽的倩女，牵着我的手去浪迹天涯，你把我的姑娘，Every day every night 浮现在我脑海，你的微笑好朋友，我叫大家阿丹的靠近我，跟我大声地说，撒浪嘿呦，哦，我的心砰砰乱跳。别害怕爬树把脚给崴了，和动物交流被狗给咬了，你给我上场爱你的代价的话 OK， 我也只能忍了。你说战斗力太差，你说人物太杂，只喜欢内心纯洁的人，人太渣。我是隔壁的泰山，抓住爱情的藤蔓，听我说，大声啊，愈大声，伊咧跳的动作就愈大一点。你是美丽的倩女，牵着我的手去浪迹天涯，你把我的姑娘，勾起他呀 banana， 嘿 monkey 呀 funky， 勾起他呀 banana。慢慢的走过来，靠近我，就是现在，我就是你心中的人猿泰山。我是隔壁的泰山，抓住爱情的港湾，听我说，你是美丽的倩女，牵着我的手去浪迹天涯，你把我的姑娘，快乐！啊，我们那个师傅有交代，一定要介绍一下时尚青年团。啊，若讲到阮原教师上有活力、活泼的代表哦，就一定要想到阮时尚啊。参加时尚青年团呢，我们在担任义工的过程，可以培养我们体谅别人、尊重生命，然后散播菩提种子，让我们在身心成长的过程中更祥和自在。简单来讲吼，就是来玩教师，唔但会使开大智慧，阁会使做地藏菩萨的使者，大家讲有赞无？谢谢大家。